这首歌哈，拉开我们今天晚间的序幕了哈。也希望呢，我们在场呢，我们的好朋友们共同来欣赏，由我们的廖永鼎，我们的廖老师亲自带领的我们萨克斯风的乐团。阿姨啊，喜哥。
很多好朋友在录影哈，还是在拍照哈。尽量吼，甲阮第二路子，甲阮翕无较缘投，翕无较帅个安尼就对吼。认真的男人最有魅力耶，伊安尼认真咧看大谱了，足惊音吼去走伊安尼吼。来啊！大家讲哎吼，有练习无练习吼，敢即摆吼舞台顶咧做表演的时阵就知影吼，大家有认真无认真。好来，把这个位置站好哦吼。老师你要站旁边吼，啊我哪会看大家的迄萨克斯风拢足金的，你一支脚较乌身哦，你一支较无咧切哦，哈，一支用较久的款啦吼，啊伊呢较水呢，较金较水呢。欸、真的不一样哎，老师的乌乌，你也算较古董的啦吼，较古董的，他们的比较幼气，比较漂亮。来，让我们的音控师哈，先帮我们麦克风架好，然后呢，让我们台下的朋友都可以欣赏由我们的廖永鼎，我们的廖老师哈，所带领的我们这些啊认真学习的学生们哈，能够呢，要来个安排一首《落叶时候》。
相当相当的耐人寻味哦。真正都靠一靠哦，大家加较认真哦。哦，恁拄只唱。然后呢，看到呢，认真的做。
的手，伟大的双手哈。这首歌呢，相当的好听，也经由呢，由我们的廖永鼎廖老师带领的我们的萨克斯风的啊，我们的学员们共同的表现。你真正该车拼落去，安尼就对。哦，路哥，嘿嘿，出来。领导讲迄个灿烂的笑容，伊足爽诶。伊拄只安尼吼，足陶醉咧。你安尼头前后边安尼硬甲如意，直直爽起来，安尼就对吼。来，这个幸福的小两口吼，就恁安尼吼，会当安尼幸福美满嘛吼，长长。